那个书你们看不下啊！哎呀，大家总给我回家，那我接呀。OK， 哈哈，这样子的。前几天呢，我就做了一个 poll。前几天呢，我就。No 啊！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 poll， 问你们，你们要看史莱姆影片还是要看珍珠奶茶？真是出乎我意料，我没有想到你们这样讨厌史莱姆。你讨厌史莱姆，你就是讨厌我。Anyways， 欢迎来到星空真珠奶茶。而家我妈妈做紧珍珠啊！依家你做紧咩？整紧珍珠，嗱太多水咯。唔系多水唔多水嘅问题，系整错咗牛顿液体。诶、哎，死太多添。呢个唔系嗰个咩牛顿液体咩？唔系，系牛顿液体。唔系呢个系牛顿液体，佢系一定唔可以低糖。佢唔系硬化，呢个系一个科学嘅，佢叫牛顿液体。奇怪，唔系奇怪嘅，系正常嘅。唔知系咪唔可以低糖嗰啲？唔系唔关事嘅。可能佢系牛顿液体啊。散。你轻，你放手，你咁样跟住你放手啊？科学根据嚟嘅。系喎，佢散咯，咁奇怪，咩会咁用嘅？我睇嚟讲嘅。我点解失败？点解再试一次？我妈妈正失败咗，我哋用一下力量，我哋用下一个方法啦。你个唔成功，我死咗点好？唔成功就换第二个节目。啊！唔成功冇办法啦。OK， go go。不如你细时候我学过呢个原理啊？我哋靠经验，唔系靠原理。你冇用手去划佢，跟住扣嗰啲放开就系第二批嘅。但系如果你好大力捉佢，佢就系唔系。一个伤心嘅样子，因为你失败咗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好惊啊！你惊我？啊，咁都惊？惊啊！放入去，跟住搞搞搞搞搞。点我咧？调翻转你噶，你影紧你自己。我开心啲咯，我主费咯，系咯。我知我唔使一路咁计，唔使一路咁煮噶。我哋边度搞啊？我知我睇到有六咁就走。你影我，影我。哇！震得咁犀利嘅你个盘，似阿哥哥啊！喂。加嗰个粉，粉OK 啦，我自己整啦。好，你帮我整奶茶。系，我嚟啦。唔好，我梗系整啦。你识整哦？我梗系识啦。好啦，咁你整。一个珍珠系咪会啃死人？哎呀，死咯！点解咁蠢嘅？点解我放呢啲糖嘅？佢啊，仲要放呢啲嘅。呢个好啦。哇！我哋嚟挑战一日讲广东话，冇嘢玩，系咯，冇嘢玩。
你咧，你都硬晒，动作快少少，你动作太慢啦，我帮你猜下不如，你太慢啦，好快硬噶啦你个嘢。哦，好大啊！个珍珠会啃死人啊！你咪整细粒啲咯，你边度整粉做乜鬼？你又帮你快，呢个系我第一次整珍珠奶茶。我冇整过嘢食啊，呢个系我第一次整啊，还好吗？虽然冇味啊，唔可以怪我。啊，呢个太过鬼过咗啲嘢，唔好俾我压力。你都要咁鬼慢。攞去阿妹嗰度嘅，不过得两杯，所以我唔记得咗得两杯。姐，姐姐，你嚟同我一齐猜珍珠冇？猜珍珠。女神。讲广东话，我哋今日要挑战一日讲广东话。我可以啊，你自己嚟整你头先。我女神都应噶，咁我叫皮猪去对应我，因为佢自己食。偷声。Oh no！ 他猜错我呢。好，讲广东话。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你好。Hi。呢个先叫珍珠嘛？你睇下，放落去同其他都冇声啊！可以啊，你头先喺上面做咩？做飞仔，飞圈。咩？你做咩？做咩你个质地咁差嘅？你呢个珍珠？唔会咯，系粉碎喎，呢个系粉碎嘅状态。反咗转咗，我要再搣翻。啊啊啊！喂喂，攞翻佢先。我惊佢成嚿硬沙，真系已经硬咗。你个 straw 点样吸佢？你个屎肥婆，你嚟呢？咁大啦，你个 straw 点样吸起嚟？我就整到个，我嚟幼幼嘅嗰个，我嚟整到个杯喎，唔系个杯嘅。睇边个快啲 ？A 半。点解我无端端想整珍珠奶茶？哦，因为我放咗一个 po 俾嗰啲观众，跟住佢哋讲佢哋想睇。哦，做咩你黐孖筋？全部自己啊，散咯，系咪冇跟住我嘅方法？猪肺，出到烟咯。你走过去啲啦，睇唔到我啦。唔所以咯，走过去啲，我面细啲。面点样都唔会成，收声你。屎，又失败咩事？成包木全部都系用晒咯。马姐姐笑紧你，你快啲去闹佢。整晒咗。哇！不要！干嘛呀？你喺我赢啦。好咗啦！我今日我就跟住点样整啊！本来我买整有颜色嘅珍珠，不过失败。难啊！OK， 咩？Yeah， 举珍珠。我等啊！我都唔信我自己。珍珠阿猴嘅面系咪？你就捞上嚟放喺冷水盆之冇。冇变好翻。即系做紧咩？我帮你，你捞咗你俾我啦，我帮你过啦。嗱，得啦得啦。废青。系散咗地浮咗，散啦浮，系浮啊，咁快浮咩？好快浮嘅，浮啦，边系散？有浮有散，系浮有散咁。OK 啦，有六粒珍珠够啦。OK， 六粒点样六粒啊？系啦，六粒一杯啊嘛。唔系，我留上嚟先咩？阿爸煮噶。
要煮，我煮嘅咧咁。唔系啊，楼上嚟先咩？哦，而家要楼上嚟啦。哇！拗唔到，我觉得。我都同你讲要整细粒个啦。头先你自己都冇整细粒，你唔系讲要帮我整个 size 咩？你有咩？一个卡子啦。咁今日系讲广东话挑战，唔可以靠我咁近。好嚟，走，我嚟。嗱，好靓咩？嗱。好多次珍珠，我整嚟噶啦，我整嚟噶，嗰个饭，两包茶啦，杯啊，佢 Panda 有嗰个冲凉，嗯，就攞糖出嚟啦，唔好估啦 ，OK， 阿 B 自己饮晒佢，嚟跟我嚟 ，OK。系咪呢个？唔系，个 full print 嘅。哦，呢、oh, 這个。呢、這个系咯，食过冇？呢、這个啊？阿妈。阿妈呀，阿妈呀，阿妈。哦，可以饮啦，我。饮住咩？傻嘅。因为好香。系好香噶，香噶，放放多啲香。七個字，七個字，咁你又放呢個落去，又俾 ice 啦，敷敷音啦，你个喉喉咙得未啊，大佬？我哋试饮呢杯，得你饮啊！啊，得你饮啊！你，我错你饮到，想吐啊！我想吐，很好喝。真空在哪里？很好喝，打包，整个打包啊！你当系三岁细路哥，很好喝，我觉得有，我觉得他骗我。快啲啦！你唔饮咯，大佬？你要惊死人嘅，出难气啦！唔系讲好难咁咧，少少进步。你放个雪柜可能会好饮啲咯。我用嗰啲。嚟啦嚟啦 ！OK， 好难食啊！难食到世界嘅尽头啊！阿 B， 点解你咁蠢嘅？你咩？即系第一开始听到粉食片啊？你大家唔知条嘢咩？错咗。同我哋嘅 expectation 爭太遠咗啲，唔錯你咁，唔好食珍珠嘅喎，係，唔應該食珍珠，點解唔可以食珍珠？唔錯啊，好難啊，你可以食到麵不改用都係好犀利，唔係，佢話嘅啫，咬到，你咬到嘅都未執，咬到我死啦，我咬到自己，好味。阿妈，收噶啦，要啦，收啦。我嚟攞温温冰珠仲啊，仲好高啊，大家味咯。系，好饮。我发现原来头先我冇讲到嗰个珍珠奶茶嘅味道，就好难饮，唔系好难饮，但系系我饮过嘅奶茶之中最难饮嘅。珍珠嘅味道就好似你将 Tea Life 嘅珍珠奶茶放入雪柜一晚之后攞出嚟嘅味道。反正就是，啊！啊！去睡觉了。Just kidding， 我在看 YouTube。
你要出去还是进来？ Like。